一首好的诗歌，宛如一篇好的信息，能与灵魂对话，感动激励人心。齐来颂扬芳华的口袋诗歌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《信靠顺服》。这首诗歌的作者呢，叫做塞密士，出生在纽约，23岁的时候迁居到印第安纳州，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热心的基督徒。后来，塞密士受聘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，然后蒙召成为长老会的牧师。1901年，他搬到美国的加州，在洛杉矶的圣经学院教书，一直到被主接回天家。他作的圣诗大约有100首。作曲者唐纳尔出生在美国的宾州，父亲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。他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，历任许多大教会的音乐主任和指挥，并且训练各个教会的音乐同工。1885年，他加入了穆迪布道团，是穆迪诗班当中出色的男中音，也担任过诗班的指挥。唐纳尔描述了他创作《信靠顺服》这首诗歌的曲调的经过。他说，当穆迪布道团在宾州的时候，我在一个见证的晚会里面负责领唱和献诗。一位年轻人就站起来说，有许多事我不能够确定，但是我愿意信靠，也愿意顺服。唐纳尔听了之后呢，大受感动，就记下了这句话，后来告诉了塞密士。不久，塞密士就将诗词寄给了唐纳尔，唐纳尔就为《信靠顺服》这一首诗来谱曲。Then in faith